共连续几天在台海周边区域不断侵扰，国防部发言人脸书公开我方空军海军的战备对应画面，大陆军舰靠近，我国海军广播呵斥，严重破坏台海安全稳定，国军强调，我们守在前线，不让国家安全受到任何威胁，不升高冲突，不引发争端，守中线，守领海，守主权。海军基隆级飞弹驱逐舰跟共军神盾驱逐舰对峙画面曝光。这个船舰它是动态的，它可能就是国军尾随着中共的这个船舰，就一路可能在东部或东南部，那一路向西部这样子。它其实真的很像是篮球场上的这盯人的战术。军事战略专家分析，这是国际间常见做法，双方在不开火情况下采取的紧迫盯人战术。它就是想要把船就是进入我们的临界区，甚至是领海的情况，那可能就是我们会用船去进行阻挡。那双方这个在战术上的动作特性是抢船头，也就是说，对方他可能会想要船头朝我们的避连区或者是领海进来，那么船就横向去截击它，那接着双方可能就会并行，那并行的时候，这时候舰长的这个操作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止两艘军舰对峙，路透社指出，持续有大约20艘台湾跟大陆军舰在海峡中线对峙，甚至大陆有多艘舰艇也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任务。倒是大陆解放军在8月6号发布的近距离目视台湾海军南洋舰花莲和平电厂照，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认定这是明显变造合成。专家分析，照片中不管是解放军或台湾南洋舰人或船的边线，放大看解析度高，这跟同一张照片里人跟船本身的解析度差距过大。而且这张照片放大看，台湾军舰船首没有舷号，但解放军同时间公布的另一张照却拍到台湾军舰舷号是935，两者矛盾。专家分析，不管是从摄影技巧还是物体的比例来看，这解放军自称抵近台湾海岸线照片拢是假，就是合成照。TVBS 新闻吕正常、洪彩荣台中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